好，非常感谢我们富士教会金丁团契以及尼西米团契所献唱的三首诗歌。就如诗歌所告诉我们的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每一天要记得要感谢他，要赞美他。接下来我们要献诗的是崇德三站联合社青团契，他们要献唱三首诗歌。第一首听我求，第二首耶稣领我，主耶稣爱我主曲，第三首哈利路亚颂母语诗歌。
主耶稣爱我。
Oh,